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四十四到四十五节。当那列王在位时，天上地神必临立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。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造出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神，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之名。但以理说，神的名应当称颂，神的名应当称颂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，他改变时候日期，非王立王，将智慧赐智慧人，将知识赐聪明人。他显明神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在